今半夜就某一口诊，中午让刘行就请指挥中心也计划在各位病人窜探血汗嘅限制。虽然讲某一口诊唔保上糖果，近月系新增加嚟只个死亡嘅病例，了解是融入期末嘅案例，系转为派遣性失忆，韩国多重器官无力救唔转来，系转为新型冠状病毒，我国提起嘅确诊死亡嘅病例。 那不过很不幸的哈，有一位确诊的患者哈，那死亡。就来今晚夜，还来救唔进来，来个案件急切死亡案例，系个对面冠状病毒嘅死亡性男性，本身冇慢性病史，上面一些是空气良好，病情近来经严重，现在出引起调气困难，是经用叶克膜，东方实在有症候，但是先别引起排泄性嘅失去，唔要出血多心。 这叶克膜使用的时间的长，就容易出现比较多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状况哈，是有一个败血性休克的状况出现哈，那接着就是多重器官的衰竭哈，那这样子一个状况，当然在目前医疗上的通常都还是非常高的死亡率哈。 瑞吉多的哈维基，关注经营有几间年，引起了百分之一成高薪，但是是不是莫行增加空间病例？关注经营连续二十七加高距离，每位用是秒计。那基本上会说，一桌里面为了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，大概维持八个人，那距离大概是1.5公尺，桌与桌，走道的相关的距离维持在1.5公尺，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实名制。太行总体发通慢慢快放，每位用关心，总系马祖各乡出巡，那就用个分外太行发通，那是世界就限制。绕进这一部分，那还是要继续维持我们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安全距离，戴口罩。 那目前来讲，我们还不赞成说这么快举行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。指挥官陈时中态度保留，没强调上海尽管还有南环，在引起病人管制，再过出现疫情的情形，没呼吁民众还是要较将心吊，戴嘴炎，一只洗手，提供普遍的同步卡协款，唔好出门。记者王永选了记者，从下不投。